你好，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？你好，我是代表加拿大风图国际有限公司，作为2018年首届音乐节的 title sponsor。我叫露露。啊，露露好。那你对2018的音乐会和今天的活动有什么感想吗？2018年，我全程参与了这次音乐会和最后的颁奖典礼，我觉得这次活动办得非常的成功。包括今天的这次预告活动也是相当的精彩。好，谢谢。介绍一下企业。介绍，你让他介绍他的企业。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企业？好，加拿大风图国际有限公司最早成立于多伦多，目前我们公司在温哥华，中国的浙江、江苏和山东省已经成立了分支机构。公司主要经营的是与留学移民相关的业务，包括前期的旅游，还有就是夏令营，全真提供全真加拿大全真亲子夏令营，以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是留学移民方面的资讯，是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的业务。好，那你对 LEGAC 有什么感想吗？我在与 LEGAC 协会接触的过程当中，我非常认同这个协会的理念。我希望尽我们公司的所能，把这个这么好的平台推向国际，并且推回中国大陆。2019年，我们公司预计会在中国各主要城市陆续开设更多的分支机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希望我们公司与 LEGAC 协会能有更多的紧密合作，能成为 LEGAC 协会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。好，谢谢。